而家政府包括有各個政府部門咧，都有唔同程度擁有一啲宿舍啊、空置嘅土地啊，特別空置土地咧，都係喺即係十年八年之後咧有用途嘅，即係可能起警察宿舍啦、消防宿舍啦、學校啦、甚至醫院診所啦咁樣啊、圖書館啦等等等等，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啊，即係應該未雨綢繆。但係啲土地既然而家十年八年都唔用嘅話，咁我哋認為可唔可以將呢啲所謂十年八年係叫做即係短暫都唔用到嘅啲土地咧，係興建一啲所謂過渡性房屋，係供應俾輪候冊嗰啲家庭上樓需要咧？咁我哋呢度係所在觀塘區啊，觀塘警署隔離咧，亦都有兩座嘅即係公務員宿舍，應該係紀律部隊宿舍啦。但係1997年之前空置到而家咧，基本上係長期空置嘅噃。咁類似啲咁嘅單位，你就算唔拆咗佢，可唔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過渡性房屋咁出租俾合資格家庭咧？咁樣政府背後嘅嗰個擔心，可能就驚易請難送。一經入住嘅時候，好似過去林屋區咁樣，臨咗幾十年都唔拆，到拆嘅時候咧，大家唔肯走。咁但係我哋睇翻而家好多嘅新嘅公屋咧，亦都係好多地點都有嘅，包括埋九龍區嘅，譬如話啟晴村、德朗村喺啟德機場嗰度，哇！真係無敵海景。私人樓宇都冇咁靚，如果將來都多啲咁嘅供應嘅時候，我哋亦都唔會怕嗰啲所謂中轉屋個即係住户嚟講唔肯走嘅喎，邊個咁笨即係會留喺一間即係簡陋式嘅即係中轉房屋咧咁樣。其實有啲公屋嘅所有空置咧，最主要係好多不受歡迎嘅單位，不受歡迎單位亦都唔係話啲輪候家庭咧好揀擇，唔想去住，唔係喎。嗱，舉個例，有啲係政策造成，譬如話公屋亦都有啲所謂劏房啊，原本一個單位嘅，一分為二劏咗兩間。咁啊，而十年前嘅政策咧就話呢啲劏房唔會繼續去劏噶啦，咁樣，所以搬走一個咧就空置一個咁樣。咁但係好多劏房咧就係搬走一個，就剩翻一個就冇搬嘅咁樣，咁你都還原唔到喎。其實嗰啲院舍式嘅嗰啲長者屋咧，其實長者係唔係太歡迎啦，因為長者希望有啲獨立嘅廚房、廁所。輪候冊嘅計分制底下嘅一啲非長者單身人士咧，好可能佢係能夠合資格上公屋咧，都會選擇呢啲公屋。係點解咁講咧？因為你睇翻咧，而家輪候冊裏邊亦都相當部分咧係即係年青人。啲年青人之餘，亦都有相當部分咧係大學生。大學生亦都實際上有啲係住緊宿舍。咁其實啲宿舍嘅嗰個形式同佢而家院舍式嘅形式咧係差唔多嘅啫，係共用設施。咁其實呢啲現象反映咗，其實咧係由於有啲房屋政策嘅扭曲咧，就使到嗰個供應一個就唔夠啦。另一方面咧就反而造成一啲浪費喎，即係空置單位係嚴重喎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點咧係政府有責任去改善嘅。公屋嘅土地。而家已經有公屋喺度噶啦，已經住緊人噶啦。點解唔可以插針式起多一兩棟嘅公屋咧？咁樣嗱，既然間你話講呢個住屋問題係全香港市民嘅一個責任嘅問題，咁唔能夠話公屋居民冇責任嘅喎。當然，即係你有地方起先得嘅咁樣。咁其實公屋之中咧，即係亦都唔係個地方能夠有得起嘅。咁個但係我覺得亦實實講有啲公屋嘅住區咧，地積比率就好低嘅，可以增加建屋。但最好的方法就是提早重建，那就可以增加單位供應，這樣這個是一個方面。當然我就有做過研究，我們都但我們就公開就不會講哪條村，因為我們費事引起一個矛盾和他們的憂慮。其實有些村其實地積比率很低，譬如舉個例，譬如說北角的模範村是房屋委員會，它的地積比率來說，你看即是那樓就很矮，當年的建築是相對密度比較低，咁其實個地積比率嚟講咧，可能都係兩倍，都唔會到三倍。咁佢嘅土地面積係比華富村大咗成倍咁樣，係嘛？咁你話即係舉個例，如果係模範村，唔係要佢拆，但喺佢咁大嘅空間裏邊，可唔可以增加興建一啲公屋單位咧？咁另外，我哋都諗過，其實為咗係換取公屋居民唔去大力反對，去支持呢個計劃咧。可唔可以起嘅係一個居屋單位咧？咁樣，譬如呢一兩座係居屋嚟嘅，甚至係公屋，話未起公屋啦。但係呢個公屋出售俾嗰條村嘅居民，讓佢搬過嚟新嘅樓，即係做業主，騰空翻佢住緊嘅公屋單位。
俾輪候拆上樓嘅需要。嗱，呢個係一換一啫，呢個靈和遊戲冇增加到單位，但係實質係增加咗嗰個供應啊嘛。